安倍内閣はさまざまな課題にチャレンジ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残念ながら残された課題もあります。同時に国論を二分するような困難な課題に挑戦し達成できたこと、実践でき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べてはどんなに苦しい時も変わることなく至らない私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皆様の応援であります。どうか新しい内閣にもご理解とご支援を賜ります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8年近くにわたり本当に皆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9月16号率领内阁总辞职，结束了他将近8年的首相生涯。安倍在2006年首次成为首相，2007年却突然宣布因为需要疗养溃疡性结肠炎而辞去首相一职，第一任任期只有短短一年。接着2012年再度成为日本首相，开启了近8年的执政，创下日本史上最长首相在任纪录。但在任期只剩下一年的这个时机点，安倍因为溃疡性结肠炎复发，正式辞去首相一职。这段期间，安倍在经济与外交都留下了不错的成绩，甚至在任内也促成了首次天皇的生前退位。不过即使留下了这些重要的施政成果，但也因为安倍任期未满就辞职，为他的政治生涯留下了一些遗憾。安倍晋三任内留下的政绩，在日本国内经济方面，从2012年上任后，安倍为了振兴日本衰退的经济，提出安倍经济学，利用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刺激民间消费的三支箭，以及2015年提出的包含强化经济、育儿支援、加强社会保障的新三支箭，这样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让日经平均指数在2017年创下25年来的新高。外交方面，安倍每年都会前往美国交流，与每一任的美国总统交情都相当要好，甚至在2015年时踏上美国国会殿堂发表英文演讲。在安倍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后，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推特发文表示安倍是他很棒的朋友之一。此外，也随着安倍在2018年开始正式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碰面，促使日中关系逐渐正常化。2019年日本名人天皇能顺利在生前退位，也是安倍的运作下达成的重大政治事迹，这是日本天皇202年以来第一位生前退位。虽然创下了这些政治佳绩，安倍这次退位也留下不少遗憾。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让安倍经济学受到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被迫停下脚步。2020年8月公布的第二季日本国内生产毛额更是较去年同期衰退 27.8%， 比2009年金融风暴时引发的衰退更加严重。其次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而且预计要在2020年举行的东京奥运，安倍曾经为了东京奥运穿上马里奥的服装来宣传，如今冬奥却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得不延期，甚至可能会因此停办。日本武汉肺炎的疫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受到控制。除了武汉肺炎导致的遗憾之外，与俄罗斯之间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泽卓岛、国后岛、色丹岛、十五群岛等北方四岛归属的争议也没有平息。1956年苏联与日本两国签订苏日共同宣言，苏联虽然提出通过交给日本十五、色丹两岛来解决这项问题，但后来因为俄罗斯的政权交替、旧金山合约、日美安保条约与美俄冷战等问题而破局。安倍在2018年11月与俄罗斯总统普丁重新开启北方四岛归属的谈话，但至今仍未签订具体协议。北韩在1977年至1988年间绑架了12名日本人，从2002年开始，两国为此事进行交涉。北韩政府虽然承认有绑架一事，但让5名受害者回日本，交代8名受害者死亡状况以及交还2名非受害者的遗骨后，在2016年解散相关特别调查委员会。由于日本政府认定的受害者尚未完全回国，怀疑有更多民众受害，与绑架原因等疑问尚未获得解答，导致这项问题至今未获得解决。此
外，安倍所属的自民党从2012年便发布宪法修正草案，其中外界相当关注的日本军队问题，是因为目前日本并没有正式军队，自民党呼吁修正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让自卫队的存在得以正当化，使日本能成为从事战争活动的正常国家。但因为这个修宪案引发反方强烈的抗议，以及日本近年来各种内政外交的问题频传，需要尽速解决，让修宪草案至今仍未进入国会，而安倍的这项愿望也随着他的离职留下了遗憾。究竟新任首相菅义伟是否会延续安倍晋三未完成的愿望，以及会怎样处理这些安倍的遗憾，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